小唐月，阿奴，你怎么来了？圣姑前辈说你不宜下地走动。我就是来看你煎的药怎么样了，我给你扇扇。马上就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出来，你就让我多玩一会儿吧。唐月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你是生病了吗？啊？可能是想让你喝药的办法想得伤神了。胡说，我明明那么喜欢喝药。是吗？那正好，先把第一副药喝了。哎，不着急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说小时候我救过你吗？那你跟我说一说，我是如何救你的呀？那你可以说了吗？我是中原人，小时候跟着我父母来南诏做生意，就定居在这儿。不知为何，我们经常搬家，在每个地方都住不了多久，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朋友，也害怕去交朋友。那年除夕，街上到处都是花灯，可热闹了。那时候我们又要搬家，可我太想出去玩，我就一个人悄悄地溜去大街上，玩了很久很久，直到深夜才回家。回到家，我看到我娘给我做了一整桌我爱吃的，特别是芝麻烧饼，又香又脆，上面全是芝麻。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就只顾着自己吃饭。吃着吃着，我发现房门口有血迹，慢慢的流过来，顺着血迹找过去，我就看到他们的尸首。
从那以后，我就在街上乞讨度日。有时候会有好心人给我些吃的，但更多时候都是靠捡来吃。我遇见你那一天，捡到了一个烧饼。跟我娘做的一模一样，又香又脆，上面全是芝麻。哎呀，敢在我们的地盘乞讨啊！给我打！他们人多，我打，只能死死地护住那块烧饼。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孩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又来一个多管闲事的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们连你一起打。上啊，上！他看我没事，就拉起我。可是那天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俩就走散了。我没能看清他的脸，但是我听到他身上的铃铛声。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声音。小唐玉，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任何人。慢点儿，哎，你慢点儿，坐这儿。终于出来了。哎，你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？阿诺，你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见这个英明特别耳熟啊？好像在哪儿听过一样。阿诺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们才刚刚出来，再多玩一会儿嘛。我还想听你再多吹一会儿呢。我突然有些不舒服。啊，那我们赶紧回去吧。
是觉得这个英明有点耳熟，似乎在哪儿听过一样，好像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阿奴，阿奴，啊，送你回去吧。嗯，好。少爷，这是您吩咐的东西，已经办好了。放着吧。嗯。春兰。你怎么起这么早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来，李兄啊，我问你，咱俩关系如何？凑合吧，也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而已。这个你拿着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还神神秘秘。万福金楼，锦绣园绣房。金陵春酒楼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想烦请李兄帮我去这些地方啊取些东西。取些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我现在就去，你好好休息啊。且慢，且慢，表妹更熟悉京城，等她来了，与你同去啊。嗯，表哥让我陪你买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看一眼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给我看一眼。别老，你给不给我看？哎，你不给我看我套鞭子了。哎呦，给不给我看？拿什么鞭子？给。金手镯、金耳环、金项链，你买这些干嘛？真是搞不明白重点啊，这些东西一看就是送给夫人的，状元郎对夫人还真是有心。懒搭理你。最新的你们可以看一看啊。二位请。这位姑娘，我们是来取货的。那二位客官请稍等，我们掌柜的马上就来。嗯，正好看看有没有出什么新的花色。女孩用的东西你又用不着。我怎么用着？这个小王真的很精致。看看这个合适的啊。就是价格有些。傻看什么呢？看着有些熟悉啊，总感觉在哪儿见过似的。二位客官，这是尚书府家为状元夫人准备的绣鞋。哎呀，二位随意。好好看啊。到底在哪儿见过？喜结良缘金项链一串，花月佳期金耳环一副，龙凤呈祥金手镯一对。真好看。嗯。啊，老夫在此祝愿二位金童玉女佳偶双双，倚天成金玉良缘，喜结盟啊。掌柜，你搞错了，这一套我是为了刘府的少爷和少夫人取的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老夫唐突了，这就给二位包起来，稍等。哎哎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二位客官。掌柜的，我们来取女儿红。二位这边稍坐。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咱们这儿突然来了位神秘的美人，知道是谁吗？谁啊？不用你说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刘家少夫人。大家都在猜她的出身，她的来历，却统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。哎，只有我知道。那你倒是说说看。她是皇上的亲妹妹，净在这儿瞎说。她可不是什么公主，她呀
他是妖精。妖精？哎，何必跟这个醉鬼一般见识，弄不好还影响少叔父名声。你才瞎说呢，你说他不是妖，那为何庄二郎娶了他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？哎，我听人说他可是后山里妖精变的，专吸男人的精气而活。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我在洛阳见过彩衣姑娘，她是迎春阁第一名妓，我和她是老相好的。来来来来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下手轻点。哎呀，这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们几个人喝多了，想偷偷溜走，我们呢就顺手拦了一下。哦，拦得好，拦得好，多谢两位。哎，小二，快下来。哎，来了。嫂嫂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庄老爷，您要的东西小的给您提回来了。有劳了。相公。哎，嫂嫂跟表哥真好，你们就是天生的一对。燕儿新婚举案齐眉，你也可以拥有啊。表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哎，对了，庄园夫人，庄园郎到底得的什么病？你跟我们说说，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。我并不通医理，不清楚这具体病由，但我曾跟家中祖父学了些调养方子，可以帮相公减轻痛苦。娘子过谦了，多亏了你的药方，我最近才觉得好些了。去做吧。表哥能娶你为妻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喝茶。相公，喝茶。娘子，这可又是新制的花茶，尝出来了。我怎么依稀记得，我也去过一个遍地是花的地方。是你吗，小二哥哥？那里好像还有个姑娘。什么姑娘不姑娘的？你一天见到好几次姑娘了，你是不是看上哪家姑娘了？我看上谁都无所谓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看上你这个野蛮丫头。你找打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好了。李少侠和幽如表妹的感情可真好。谁和她感情好了？哎，好了，站过去，站过去，站过去，啊，我呢已经找到了良配，你们两个也抓点紧。相公，起风了，妾身去为你拿件披风吧。嫂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幼如妹妹，我看你和李少侠。我跟他只是朋友。嫂嫂，你采花草的地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吧，下次我帮你去。今日先不去了，上次采的还没用完。幼如妹妹，我知道
相公喜欢你。嫂嫂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跟表哥只是兄妹之情，我对他绝无非分之想。我没有多想，我只是为相公感到遗憾。世间青梅竹马之情最是难得和珍贵，如今相公身体不好，最放不下的也是你。月如妹妹，如果你能早日成家，身边有人相伴，我想相公也应该能宽心些。嫂嫂，你跟表哥都是善良体贴之人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我想我也一定会遇到自己的良缘，就像你们一样。我和相公就像蝴蝶与花，蝴蝶的生命很短暂，但求飞舞在最美丽的花朵身边，伴着花儿盛开，随着花儿凋谢，此生心愿足矣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但很奇怪，我们看似很亲近，却谁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，只是时机未到罢了。我看得出来，李少侠他还是很在乎你的。真的吗？嗯。走吧。嗯。他希望逍遥哥哥与月如姐姐能走在一起，还要拜托你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提起仙女姐姐。李兄，嗯，庄元郎，你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？那倒没有，我只是生病在家日子久了，猛地看到你们就想起一起的那些日子了。那你就好好养病，等你好了，我们一起结伴上路，闯荡江湖。我怕是不行了。你刚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不宜远行了。庄元郎，真没想到这样的话竟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果然一旦儿女情长就英雄气短啊。这些东西是买给夫人的吧？是送给你的。你送我这些东西干嘛？我是希望你拿着这些东西做聘礼，求娶表妹。啊？你不是喜欢你表妹吗？我已经娶到了命中之人，就断不会再对过去念念不忘。希望你也是如此，忘掉过去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新的开始？珍惜眼前人，莫要再错过。在？你为什么要说在啊？相公。哎，来，披上。好，走去看看花。回屋歇会儿吧。嗯。你怎么了？离开了一会儿，
变得不正常了？没怎么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状元郎生病以后变得奇奇怪怪的？你最奇怪。我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什么明白？什么糊涂？你们一个个说话可真奇怪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躲躲才好。哎呦，我得躲躲才好。李逍遥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，李逍遥！你别跟着我了！你给我站住！小唐月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只阴魂不散的鹰，极有可能与拜月有关。就在云梦泽屋后娘娘石像那里，你记得吗？先是听到一声鹰的鸣叫，然后拜月就突然出现。这样联系起来，那只鹰应该就是拜月派来监视我们的。我就说拜月为何对我们的动向掌握得如此清楚。我记不清了。可是单凭一只鹰去刺探和传递消息，拜月是如何做到的？安诺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可是我真的觉得……走吧。小妖哥哥，小妖哥哥，小妖哥哥，你想起我了，小妖哥哥。我刚刚明明记得你身上都是伤，怎么就没了？灵儿，怎么就你们回来了？找到灵儿姑娘了吗？你说谁？你究竟是谁？这么好的身手会是谁呢？刘夫人，令郎体内毒素积压，而此毒并非寻常之物，似有妖气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啊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薛神医，还请您尽全力救治锦源。我先开几副药，固住元气，或许能有转机。好，好，好，薛神医只管开方子，我尽力去准备。这药需我亲自煎煮，还请夫人准备一间小厨房，所有器具务必全新。切勿沾染油烟气。好，好，好！来人，快随薛神医去准备。有劳夫人，请留步。
姐夫，难为你还请来薛神医为晋元治病，我都不知该如何感谢才好。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这个孩子从来不给别人找麻烦。哎，不像那个臭丫头。你别这么说，我看她这次回来也成熟了不少。哼，她从小惹了事就躲到你这儿来，这次我来就是要顺便带她回家的。你要是带她一个人回去恐怕不行，得把两个人都带回去才好啊。怎么，她还跟那个臭小子混在一起？不行，那个小子心里边有别的女人，我的女儿不能受这个委屈。可我见他们二人倒是好得很，李公子也没有提过别的姑娘。晋元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一丈，李兄他今生应该是不会再牵挂赵姑娘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姨娘，表哥。林堡主。爹，你怎么说来就来了？姨娘，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我若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把我这当爹的都给忘了？哎呀，都是自家人。如儿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啊。如儿，你离家这么久，我这次带着薛神医来京城给晋元治病，之后你便随我回家。我不想回去。胡闹！你答应过我的，找到了赵姑娘，你便即刻回家。什么赵姑娘？医生，我有些累了。您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不如也先回房间歇息，有什么事情回头再议。娘，哎，给姨丈和薛神医备酒菜。你放心，娘即刻就去。啊，好吧，就听晋元的。哎，李兄，扶我回房间吧。好。如儿，省点钱呗。走开，走开！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打人呢？来看看啊！哎哎哎！你踢破了我家常的饭碗，赔钱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啊？钱倒是没有，这祖传的碗，哎，倒是不少。你想要多少，我都能赔。哎呦喂，善良的公子哥，你就行行好，给小的一点钱吧。嗯，哎，公子，这年头就这点钱，连块豆腐都买不着啊。那你到底想要多少？这样，我也不白要你的钱。你要是愿意把你身上的钱分我一半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如何？哦，那你倒是说来听听。这刘尚书的公子前段时间不是娶了一位温柔和顺的媳妇儿吗？可自打娶亲后，这身子骨啊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所以啊，外面人都传他是一妖怪变，专门吸食人的精气。胡说八道！我亲眼看见的呀。这有一天晚上，我路过刘府花园后门的时候，刘家少奶奶就从后花园飞出来了，朝那山林去了，仿佛后边还长了翅膀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堆蝴蝶围着她。我身上就这两枚钱了，
你不是要一半吗？给你了，啊！我这白忙活呀。好香啊！表妹，嗯，刚才与仪仗都聊什么了？能聊什么？无非就是让我回去呗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要回也不是现在。仪仗也是为你好，不要耍小孩子性子了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表哥，你现在养好身体最重要。哎，小贼，你又偷偷跑哪去了？什么偷偷跑哪去了？我就闲着府里闷得慌，去街上随便溜达了一圈。时下天气炎凉，妾身准备了花茶，李少侠喝几口，暖暖身子吧。李少侠，请。我在逍遥客栈这么多年，都没见过如此精致的花茶。这牡丹养得如此之好，看来状元夫人很懂侍花一草啊。李少侠说笑了，这些牡丹不过是随便种种的。是相公爱花护花，常常会告诉我这些花的典故与身世，我才知道这些花里头也是颇有学问的。嫂嫂随便种都能种这么好，真的是很厉害了。只是关心花儿罢了。彩衣虽未曾习得花艺，却颇通花的习性。她来之后啊，培育了很多牡丹名种，花开之时，花香满园，香气四溢，彩蝶翩翩，宛若仙境。此时，我也方才懂得了庄周梦蝶之趣。最近苦了你了。你干嘛偷看我嫂嫂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状元夫人对花草昆虫十分了解啊。切，你以为跟你一样什么都不懂，还笨手笨脚？哎，过奖了，妾身再为大家添点茶吧。嗯。表小姐，李公子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夫人喊你们过去。嗯，好。表哥嫂嫂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快去吧。我爹呢？哦，你爹去见了京城的朋友。你们先吃吧。嗯，快吃吧，姨娘。云姨，状元夫人她是哪里人啊？是苏州人。苏州？哎，那你应该很熟啊。我没见过。她如此出众，你没见过也没听说过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说明嫂嫂是名门闺秀，足不出户。云姨，状元夫人她和状元郎是如何成亲的呀？你怎么问题这么多？啊，好奇问问罢了。这彩衣与家人一同出行，谁知路上遇见盗匪，她一个人又侥幸逃脱。后来一路辗转，流落到京城，又到家里做了婢女。这么说来，嫂嫂的身世真是挺可怜的。我也没想着她能与静元情投意合。按理说，若是静元好好的，这两口子和和美美的过日子该有多好。可是，既然薛神医已经来了，表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很快就能恢复的。好。
我近日请了三清观的道长来家里驱除邪魅，算着时辰应该也到了，你们先吃，我该去迎接他了。嗯。这么好的身手会是谁？昨晚彩衣有没有叫你去采花草啊？哎，李逍遥，你这么一直打听我嫂嫂什么意思啊？走，我们也去看看这道长是如何降妖伏魔的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还没把话说清楚呢。睡了千年的身体从腐朽枯叶里苏醒，是夜莺凄凉的叹息，解开咒语，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，却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。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，只被